早上五点钟睡不着，起来转转，天也差不多要亮了。现在外面的温度很舒服啊，也就二十几度，不开空调都没事儿。但是关键它的这个白天的温度太高了，今天的天气预报白天至少也要39度。今天我们又出发了，我们从营地出发，开着前车准备去露营去，也不知道这个天能不能让我们露营。看天气现在还挺不错的。这个地方叫什么？五峰岭。望月台，望月台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观景台。这边半路上有一个营地，叫什么先锋营地的吧？五峰岭驿站，可惜啊，现在已经废弃了。我们来到了这个水库了，这是一个长条形的水库，月牙形的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啊，露个营。下面有人在那边啊搭了帐篷在游泳。饮用水源，请勿钓鱼游泳。这个水质还是挺不错的耶。五峰岭龙船带水库是绍兴的一个网红打卡地，因为水面的呈现宝石蓝的颜色，被誉为绍兴小九寨，在某书上面很火，一度成为绍兴最火爆的露营地之一。老朱今天来看了一下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水库，呈月牙形状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露营。我估计啊，天气太热是主要原因。那么之后又了解到呢，前几天这里刚刚发生一起溺水的事件，水库呢就禁止下水游泳了。那么所以老周今天的露营计划也就泡汤了。不过说实话呢，这个水库的水质还不错，等天气稍凉过来，露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上面的观景台附近呢有一个暂时关闭的营地，停房车也很不错，风景很好。如果需要定位的，可以私信给老周。